点我就能看得出来他是人机，兄弟们不用看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连跪两场了，系统该给出人机的。真好啊，加油，真好。水门，水门我不会玩这水门，我最早时候可喜欢玩这个鸣人了，那谁跟你卡卡西特马骚对面完了，必须的，兄弟们看我扎他就完了，兄弟们看我怎么扎死他就完了，扎死他，人机人机人机，拉皮亚真扎。还能替身，不是人机，我去，直接别贴神，老屌真脏，我去，这个老屌挺会玩，我去，真人，天哪天哪，老屌自己人，不是人机，这绝对不是人机，段位暗部的人机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是，怎么可能是人机，这不是人机，这个人机也太屌了吧，开玩笑，又是替身又是通灵兽的，这不可能，啊我去你个大鬼，直接别贴神，太扯了，老屌，你看大招之后还接技能，看看咱这个预判，兄弟们你看我扎不扎他就完了，你不是人机又能怎么样，你是暗部就能猖狂了吗，你在我卡卡东面前你得给我趴下，老娘技能了，我去你个老丁，你谁一点面子都不给啊，年轻人又得逼我宇智波又上场，哎呀，今晚注定是个不平凡之夜，难受不难受就跟我说，扎心不扎心就跟我说，恶心不恶心，老表我就跟着我的影子走，你能怎么的，你能怎么的，我去，那宇智波鼬是吹的吗，开什么玩笑，最近我正在苦练宇智波鼬，你看我怎么扎哭你就完事了，老屌，我就跟着我的影子走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，哥们儿，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你能拿我怎么着，走你的吧，老屌，还跟我来这玩走位呢，还来秒我，快点秒我，一装大招敢不敢，受死去吧，年轻人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死气到了，一刀毙你，漂亮了爹，他不会玩脏的，这宇智波鼬就是这个地方特别脏，来回跑来回跑，跟着你的影子跑，他把你都往这边气，气的退游了都没，暗部又能怎么样，脏不脏你就说脏不脏，对不对。